行了，真好听了，袂歹。等下讲我的教会意思。哦，好啦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莫去白讲讲歹喏，查某人楼上配偶什么代志？什么无代志？爸爸，你上班还唱歌，讲出心内话啊！你是讲，我讲，还啥无代志？你有看无？迄真正莫怪人白讲啦，讲无两三工配水到位，迄莫怪人会断啊对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有够到位嘞哈！你若要面头前哦，好拢无讲，派单一大堆。最近拢爱冤家，啊！你爽袂着对吧？你听迄三八来讲心内话，你着够欢喜个。别讲啦，批底毋免讲啦，三八来甲讲安尼哦，无从嘛半啦，一定写讲伊离开你了后，我想你，你想我吗？安尼啦。你会知影批中啥咧？我用想诶。你出头诶！你三八来讲，宝宝啊，爸爸问你，好你讲。你老母叫什么名？大细哥阿巴里林俊兴，叫你老母来哦。爸爸，你讲脏话，你给他吵。我你老母嘞，我这条我你老母的啊。你看到啥啥啦？我就是你阿吵的，你老母的啊，就是你老母。我看咩？啊，后面就对了。啥啥？大细哥啦，妈妈的啦。阿妈，宝宝，我跟你讲哦，咱老母今摆在发脾气哦，你就上我边啊，等伊扫了红彩费哦。哎呦，妈妈，你做只动哦，我支持你啊，但是你今摆搁动了，搁唔对啊啦，还哪唔对？嗯，啊，人迄批就唔是要写爸爸的，迄我捌字啦，陈世哥妈妈你的名啦，就叫小朋友啊，真的啦，我你看你看。哦，人咧动啊，你有看？哦，我有看，有咧，我有家己想。我是安尼，这叫做不是庙，恁老两个上山。不不，啊，但是我甲恁老爸生气，去个无影食，啊，怎个？阿娘拢带恁上好料着无？有，大家肥滋滋，啊，你听，拢下袂落去啊。听我甲恁老爸讲好话，叫伊莫搞生气啦。我讲，恁囝宝宝啊，上敖都讲好话。啊，你讲，你紧讲，紧讲。嗯，我替你讲话。爸爸，爸爸，卖淫啦，卖淫啦，对不？我来讲啦，今仔日妈妈谁人会敢甲你瞪瞪伊瞪倒，我敢无做你超厉害啦！不是我害，是你受伤伊。我对，你主动带妈妈了哦。你是不是咧？唔捌介绍吧，唔捌甲争，唔捌啦，拢顺你啦，唔敢对吧？对啊，讲。妈妈就是欠教示，你若甲扒两个甲占贵个吼，卖互伊好看，走啦！对，安阿伯。我吃了过来呀，我敢吃吧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有影有较歹啦。你再叫一个，我叫一个叫你阿娘吃。啊，无你无你家己啦，无你家己啦，你家己去吃啦。啊，俊生啊，你今天我来看你。你话六条改天啊咯？啊，你买呀，你下底你啦。没，我干无你了啦，你嘛好。俊生。哎呀，你啦，咱是翁仔某呢，啊，你何用这么生气啊？你对人讲，咱两个人是翁仔某，你敢知这几天安尼对待我，哈？无爱插我，伫咧冷战，我是偌艰苦，你知？是先，我细个自从嫁你了后，咱翁仔某强甘强苦，这么侪年来，形影不离。将来唔到这个时阵，你看，你的区别无大，我就叫叫叫，甲你亲一个。人讲实力纠错，我准我来叫查甫人安尼，你敢吞得落去？四哥，当然我嘛是了解啊。人讲有错才有爱，要唔过你让我安怎解释，你就听无。家庭运动，安尼生唔是办法。你看，当初写批来是写给你。根本都唔是好我啊！都是我是未当了解，因为是误会嘛。好啦，我即摆了解啊，啊你就莫去生气啊啦。好啦好啦，咱是翁仔某啊，误会已经解开，是讲奇怪。公司去批了后，伊才可能甲你写批互你啊。我嘛感觉真疑问，我甲看卖你好。俊先，写什么？我来工作伫咧讲，
是哩，性命危险是我救伊，你嘛才讲你要做官，为着要报应起见，叫我即时去行城，商量讲要安怎开释你。是消失的呀、啊。是啦。哎呀，四哥，找到你实在福气呀、啊！你的帮忙案，这次我终身为着你，竟然要让我做官，那恁是太好啊！那恁你我赞成哦。当然我嘛有赞成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即时来去行城见鬼。放心，无你莫气愤。阿妈，爸爸叫你莫气，你莫气好啦。无凭你若要出门吼，我拢足欢喜，拢袂感觉安怎哦。今仔日安尼乌啊，一直叫一直叫，我一个心肝头安尼硬叫硬叫，敢若只求讲妈妈，你今仔日出去，你永远袂当来啊。四哥，妈妈，安怎？你若不要出门，阿爹在咧陪我，甚物你搁多起想话？心肝底想话啊，怪袂紧啊。人讲当然无气。袂啦，强手是我救伊呢，我是会救命恩人，一定无什么代志啦。我所惊的是别人，路头见你真远，我嘛知影，你是为着我。要唔过说过，可是讲我心头袂定，我唔敢无你离开，我无做官无要紧啦。翠仙，你来听我咧讲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心肝内所抱怨是啥物？希望会当在了未关，敌人我无要惊。只要有这个机会，你就要放弃，你要放弃，我也不放弃呀。乌鸦虽然在咧叫，乌鸦有时报喜，无听到，这个是咧给咱报喜啦。敢是你讲的安尼吗？是安尼。好，四哥，我了解。咱阿母建立家庭，千辛万苦，是为着我的功名。你这阵也要到惊啥？道路沉沉，我希望你要小心点点。不了解，妈妈。